雅各書咩邊讀啊？一章十二節開始啊，一齊讀嚇。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經過試驗以後，必得生命的冠冕。這是主應許給那些受他愛他之人的。人被試探，不可說我是被神試探，因為神不能被惡試探，他也不試探人。但各人被試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牽引誘惑。私欲既懷了胎，就生出罪來；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我親愛的弟兄們，不要看錯了，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從眾光之父那裡降下來的，在他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們，叫我們在他所做的萬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我一齊祈禱啊！親愛天父，多謝你，求你開我哋嘅心，心裏歡喜你，接受你，渴慕你，歡喜神嘅話語，好想將神嘅話語應用喺我哋生命中，亦都從神嘅話語睇到神嘅美善，認識神嘅屬性同埋你嘅恩典。多謝天父。祈禱奉主耶穌聖名，阿門。好，嗱，這個經文咧係稍微複雜少少嘅。咁咧就我想首先咧就係有人咧就係將個意思簡單咁樣用廣東話演繹出嚟，十二、十三、十四三節。你開始好唔好啊？好啊。第一節啊，十二節嗰度。十二入四啊！你就係講十二，又跳去第二個講十三。忍受試探嘅人咧係有福氣嘅，因為當佢經過咗試驗之後，其實佢會有生命嘅冠冕啦。因為主係應許過俾呢啲愛佢嘅人。OK， 嗱，忍受試探，你試下，即係我想你哋咧就唔係就咁將佢變咗的啊，變咗嘅啊，咁就叫做演繹，而係咧將佢嘅意思簡單咁樣解釋一下。忍受試探啊！即係忍受試探係點解咧？嗰啲其實你照字面解都得噶啦，不過係咩意思咧？咁啊，大家可以幫手嘅，大家可以幫手嘅，邊個諗到可以幫手？比如啦，好似人哋想要買咩啊，賺好多錢，好多錢啊，又有咩條數啊，好多嘢，但係你忍住，你唔參與，你就係忍受呢個試探。即係有一個引誘試探。譬如依家咧好多傳銷啊、直銷啊，話賺幾多錢幾多錢啊，加嚟好快咯，好快就賺好多錢好多錢啊，跟住加嚟入嚟入嚟啦，跟住就免費請你食嘢，加嚟你企定定，你唔參與你就勝過呢個試探。係係啦，即係話當有試探嚟嘅時候，引誘我哋犯罪嘅時候，我哋咧就忍受呢個試探，唔俾佢引誘到，企得穩。即係試探嚟嘅時候，企得穩咧，咁嘅人係有福嘅。即係即係個意思，大家明唔明白呢度？即係有引誘嚟嘅時候，因為經過試探之後咧，就會得到生命嘅冠冕，即係話得到神嘅賞賜啦，神嘅賞賜。OK， 好，第十三節啦。第十三節喺邊個想可以繼續啊？超華可以繼續講嘅。有時咧都好容易混淆咯。有時自己好似係參與咗冇啲嘅嘢，就覺得哎呀神允許嘅係咪神俾我嘅事啊？咁呢度就可以話，即係唔係神俾你嘅，係你自己好似話忍受唔到，係參與咗，就將呢個責任俾咗神。即係話神人被試探，不可説我是被神試探。佢聖經明明話神唔會試探人，又唔會俾我試探。但我哋有時人好容易將呢個強加俾神。係 ，OK。咁嗱，被神試探咩意思咧？試探被神試探，大家可唔可以呢、這個比較深少少嘅？
大家試下，大家識唔識解啊？比如試探嘅時候有嚿好似咯，如果公司請你好似第好高個價錢嘅，挖你過長靠你人緣咧，就想咯喎跳牆啦。比如咧，你就喺呢度位置好好啊嘛，但係有一個老闆話好高個錢嘅你嘅，但係你咧神要你喺呢個位置，但係個老闆咧請好高個人咯，或者三倍四倍咯，呢個都算嘅。但你依家講緊係試探，不過我而家講緊咧係被神試探呢一個意思啊，即係咩意思呢？你可以坐嚟前面先啊，嚇坐嚟前面啦。被神試探咩意思呢？大家有冇人想講啊？呢個係雅各書第一章第十二節開始嘅，大家可以，你有手機咧可以啊，如果你哋冇咧，你可以隔離嗰個你借俾啊。借俾隔離嗰個睇，你同媽咪睇，你借俾佢睇。即係話，其實呢個意思即係話咧，我哋唔好話係神去引誘我哋犯罪啊。即係佢好似俾啲引誘，俾啲試探我哋嚟到睇下我哋犯唔犯罪。即係神唔會試探你，佢唔會特登俾啲嘢我哋去要我哋犯罪。係咩引誘我哋犯罪啊？個人嘅私欲，後面一講到私欲牽引，但係通常嚟講，引誘係邊度嚟嘅咧？引誘係邊度嚟？貪心啊！貪心係就自己裡面嘅，但係被試探咧，通常嚟講係指外界嘅，係有啲咩外界咧？外界通常外界嘅有啊，係啦，即係譬如外界會有啲咩咧？就譬如話啊。網上有好多啲，有時有啲引誘人犯罪嘅嘢啦，色情啊或者其他啦，或者係有時有啲錢啊，譬如有個人管錢嘅，但佢手上好多錢嘅，咁啊會有一個試探啦，或者有時人激嬲我哋，好令到我哋想去犯罪，咁呢啲咪試探咯。但係我哋有啲引誘咧，我哋就唔好話係神試探我哋，而係咧係。後面有講到係咩源，係咩來源嘅 ？OK， 啱啱先睇下。咁同埋神又唔會被人被罪試探嘅喎。呢度講到咧，神試不能被惡試探咩意思咧？神能夠被惡試探咩意思咧？即係話咧，罪惡唔能夠引誘到神犯罪嘅罪惡啊！佢唔引誘到人犯罪，即係人係啊人就會俾罪引誘啦。但係神咧係佢好潔淨嘅，所以咧罪惡係唔引誘到佢嘅。OK， 好，跟住咧第十四節啦，我哋解埋呢一節，邊個想講啊？可以解一解十四節。阿貴，你想講啊？試探咧，個人被試探係因為自己嘅私欲貪心，貪自己私欲點樣有癮？係啦，即係自己私欲係咩意思咧？私欲有好多種嘅啱嘅情緒咯，就叫嗰種心好想得到呢樣嘢咯。係啦，即係話我哋嘅眼目嘅情慾啊，貪心啊，係啦，自私啊呢啲各樣嘅嘢咧。就被自己的私欲牽引，掹自己去。第十五節咧，個意思解出嚟啦，係邊個啊？即係將私欲既敗壞嘅胎就生咗罪來，即係罪長成就生咗死咧。我都覺得咧，即係話係。我啲有個嘅欲言出嚟，就行喺個罪嘅裏面，即係罪嘅種子咧，就係我哋個裏，即係有個罪喺嗰度，就有嚿嘢喺嗰度，就即係有嚿嘢，即係我哋受試探之後，就有一個即係啲唔好神起嘅嘅嘢啦。呢個就係嘅罪，你嘅罪長成就會死，即係犯罪就會死咯。即係好嗱，你講到個意思嘅，不過我想你咧跟住個經文嚟到。解釋即係逐部分嚟解釋，私欲既懷了胎，就生出罪來，即係咩意思咧？罪嘅長成就生出死來，咩意思咧？即係咁樣解釋啊？即係
種慾望係好想犯罪咯，跟住就會順住嗰個嘅感覺就想即係產生嗰種罪出嚟。佢用咗啲字眼，我哋就用翻佢啲字眼。私欲既懷了胎，就生出罪來。即係你用翻佢嗰啲字眼。就是你自己裡面的情感情慾情慾裡面的想犯罪的心是的是的就是那個是的是的沒錯想犯是的那懷了胎是什麼意思懷了胎就是這個就已經是有個種子不好的東西就是不好的東西就是要很神起的好，嗱，我咧係啦，冇錯。你首先講最後嗰時講係啱嘅，好似個 B B 咁。咁啊，我想即係話，我想大家學習一樣嘢，就係用聖經咧，係照字面解咗佢咩意思先，然後先應用字面解。嗱，我解一次俾大家聽，你聽下我的意思啦。即係跟翻個經文，私欲既懷了胎，嗱，即係好似人咧。個媽咪喺肚裏面懷一胎，即係形成咗一個新嘅生命啦，係咪？咁呢度咧就講到私欲咧就會形成咗啊，即係話呢樣嘢成咗形啦，嗰樣私欲係喺佢裏面咧已經存在並且存留。譬如話有個人佢對於一個異性好有興趣，但呢個異性咧譬如又唔係信耶穌嘅啊，咁咧佢咧個但係個心裏面咧就有一種，因為聖經話我哋同信同不信的人如乜相配，不如同佢一握。但係個心裏面咧已經有咗呢種意念啦，或者有啲錢喺度，開始咧好想用方法揾嗰啲錢，即係嗰啲錢唔係我屬於嗰個人嘅。佢就想咧喺管理嗰啲錢嘅時候唔忠心，將啲錢咧偷咗。咁佢呢個意念就懷咗胎啦，喺個裏面咧形成咗啦。就佢形容咧就好似生 B B 咁樣，生 B B 咧懷咗孕咧。在裏面就形成了一個新的一樣嘢啦，就係呢個私欲咧喺裏面形成咗啦。即係佢其實佢用一個呢啲叫做咩咧 ？figurative language 就係比喻嘅字眼。即係私欲唔係真係會懷胎嘅，只係用一個懷胎嘅方法形容，就係私欲咧會形成咗。即係其實嘅意思即係形成咁解啦。私欲咧會形成啦，咁咧就會生出罪來喎。即係好似有個人媽咪懷咗孕啦。佢將來就會生咗個仔出嚟，係咪？生出嚟咧，咁即係話嗰啲私欲咧開始喺裏面形成啦，就會生出罪來。即係話咧，譬如佢一路個心好想貪呢啲錢，喺個裏面就懷咗胎啦。嗰個意念咧一路形成咧，慢慢就真係有一日生出個罪，真係偷咗啲錢啦。或者有個人。佢成日都俾一啲情慾嘅嘢引誘嘅，上網睇一啲情慾嘅嘢，咁咧個心成日都被吸引喎。又到有一日，真係有嗰個試探嚟，或者佢一路想追某一個異性，一追到嘅時候咧，佢就即刻有性關係，或者佢拍拖咧，即刻成日日都諗住我幾時可以同佢有性關係。呢個係好多人都係咁嘅，即係不信耶穌嘅人就更加係強烈啦。就算信耶穌嘅人咧，都有啲係咁嘅，即係好多係咁嘅，應該話係高度處理生命嘅人先會。話知道呢樣係罪，我一定要唔好去諗。嗱，即係思路咧就好似諗，一路諗，一路諗諗諗，一路諗諗到真係做咗出嚟。即係起身有個意念先啊嘛，就係呢個思慾啦，有個意念先啦，然後咧慢慢長成，就變生出咗罪嚟啦。咁由罪既長成啦，即係生個 B B 啦，個 B B 咧初頭好細噶嘛，咁一路大一路大，罪既長成咧就生出咩出嚟啊？死咯，即係話咧，當嗰個罪喺裏面咧，佢出咗世啦，個罪咧就會一路長大喎。點樣長大咧？譬如話呢個人喺情慾裏面啊，或者貪心啊，或者唔肯跟耶穌啊，
嘅時候咧，嗰樣罪咧就會越嚟越控制佢嘅生命嘅。咁啊，控制到嘅程度咧，佢就會結果咧係離開咗神，因為咧，當佢唔肯悔改，佢唔知道罪嘅可怕，因為罪信咗情欲殺種，一定從情欲收乜嘢啊？收敗壞，一定係收敗壞嘅。咁所以呢度咧，另外呢度嘅經文咧就係講到咧，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啦，就會呢、這個人咧就會同神分離啦，失去咗神嘅救恩啦。咁佢悔改信靠耶穌，耶穌又會赦免佢，但係咧。始終，如果佢犯咗罪，始終係用破壞性喺度嘅。嗱，譬如簡單，有個人有婚外情，個婚姻會破壞，佢一定會有痛苦，有排都修補唔到嘅，係咪？即係好搞，好難搞嘅。就算佢肯悔改啊，如果佢唔肯悔改，更加破壞，一路破壞就會離開神啦。但如果未到嗰個位置，即係未到真係咧離開神，佢會令到佢好成個人咧好慘好慘，日日都好慘，日日都。兩夫妻成日鬧交，好多嘢發生係咪？即係呢個就係罪嘅長成咧，佢逐過程咧生出好多痛苦，又最後個結局就係死啦。就呢、這個經文咧係話俾我哋聽，呢、這個試探、私欲、罪同埋死嘅關係啊。咁嚟呢度咧，我就將佢再總括，因為時間關係啦，我哋每次只係少少查一段經文。咁但係最緊要大家喺屋企查定啦，就會翻嚟更加明白啦。咁我由因為時間關係，我自己就我直接解啦呢度，同埋我一陣間都會講埋神嘅屬性嘅。好啦，忍受試探嘅人係有福，因為後面講到試探，然後可以咧懷胎又生出罪，罪又長成又生出死啦。咁咧，所以忍受試探係有福嘅，因為咧試探係一定破壞，一定會傷害，一定會造成破壞。咁有時啲試探係咩咧？屋企人唔好。或者事情唔順利，哎呀好激氣啊！嗱，呢啲都係試探嚟喎。咁咧，佢讓咗步咧，就會個人咧就會成日都唔開心。呢、這個都好多基督徒會中咗計嘅。好啦，忍受試探嘅人係有福嘅，因為佢經過試驗之後咧，就不必得生命嘅冠冕喎。這是主所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就係咧佢聽耶穌嘅話，佢經過試驗，即係佢譬如有引誘啦，引誘佢犯罪。佢都企硬，我聽耶穌話，我親近耶穌，我行耶穌嘅路。咁嘅時候咧，神就喜悅啦，神就賞賜啦。你啊，佢咧就會得到生命嘅冠冕啦。神就會嗱呢個生命冠冕可以第一解釋就係有永生啦，第二亦都可以解釋咧就係神俾佢嘅賞賜啦，就係神應承俾所有愛佢嘅人喎。嗱，聖經講到好多。講到神愛世人啦，但又講到愛全世界人，但係神喜悅某啲人嘅，就係聽佢話嘅。聽佢話嘅人咧，愛佢嘅人咧，神係特別睇重嘅，嘅恩典喺佢身上。即係話神愛我都愛，不過邊個收到最多恩典咧？真係收到咧，就係愛佢嘅人，聽佢話嘅人咧，就收到恩典啦。咁我希望大家信耶穌咧，都相信神係將祝福賜俾凡係愛佢嘅人。有啲人話。我想耶穌點解動咁多問題呢？因為佢只係頭腦信，冇行出嚟啊！冇行出嚟嘅時候咧，佢得唔到神所有嘅祝福嘅。好啦，第十三節，咁喺試探嘅時候，我哋唔好話係神試探，神唔試探人嘅，係我哋嘅罪試探我哋嘅，我哋嘅私欲試探我哋嘅。咁神咧又唔會俾惡試探，即係有咩引誘佢都唔會犯罪。只要耶穌佢嚟到世上嘅時候，魔鬼引誘佢，佢唔會犯罪。嗰啲法利賽人成日都引誘佢犯罪，引誘佢咧激氣怒躁、放屁唔做神叫佢做嘅事，同埋彼得咧又引誘佢叫佢唔好去釘十字架，全部耶穌咧都企穩唔受試探嘅，佢都唔會試探人，所以我哋有咩困難，有啲咩唔好嘅唔好話神咧而家搞我啦咁，有啲人真係咁講嘅，佢神喺度整我，喺度搞我，神唔會咁嘅，神做好嘢嘅，因為身上嘅。咁而後面咧就解釋到呢、這個試探係點樣樣啦。我哋被試探咧，其實咧係被自己嘅私欲。嗱呢度就冇講到外面嘅試探，其實兩方面嘅。呢、這個私欲牽引誘惑，嗱牽引誘惑咧都係用一啲比喻性嘅字眼。嗱牽引，你有冇試過有朋友喂一齊去玩啊？掹住你手一齊去邊度去 party 啦咁啊？掹你去有冇試過啊？掹你去做某一樣嘢，有人叫你喂喂一齊去啦咁掹，
起誓叫你呀去一齊去做啦，唔好咁傻啦，唔好咁蠢啦，夠放膽啲啦，邊有咁冇膽嘅咁？有冇試過咁嘅情況啊？嗱，呢個咧就係牽引啦。誘惑咧就係咩咧？俾啲利益啦，你嚟做呢樣嘢，你就我俾啲利益你，咁咧就引誘啦。牽引咧就好似有個人掹咁啦，誘惑咧就好似釣魚啊。嗱，佢就冇掹你喎，釣魚嗰時咪有魚利喺度嘅，係咪？咁啊，嗰個人見到只條魚見到魚嚟，就手過去想食啦。呢個就係引誘，因為牽引咧就直情掹你。我想問下大家，係唔係兩樣都有㗎？即係有時就係人有啲情況引誘我哋犯罪啦，係咪啊？咁另一種情況咧就係直情有人掹你，一齊去一齊去啦咁。你估呢個世界上有冇人犯罪，因為人掹佢去啦？佢唔想去嘅，不過俾人掹一齊去啦咁樣有冇啊？唔識得拒絕。係啊，佢唔識得拒絕就會有啦。甚至有啲人。犯罪都會嘅喎，有啲人犯法都係嘅喎，即係有啲同黨咧，一齊做啦，喂，好多錢嘅，好多錢嘅，咁咪引誘啦，係咪？好多錢就引誘啦，又掹佢一齊做啦，我哋爭個人啊，你快啲幫手啦，我哋要你幫手嘅咁樣，咁咪掹佢去啦，係咪？咁所以其實我哋嘅私欲都會咁樣牽引誘惑嘅，咁所以下一次如果有人牽引你去犯罪，咁你會點啊？就。係啦，拒絕知道，咦？佢而家掹緊我去犯罪喎，引誘嗱，可能有時咁喎。你翻工有啲人咧喺度話你啲講啲閒話，有啲人講閒話，都係令到我哋想點啊？當佢講個閒話，我哋會有個傾向想乜嘢啊？想嬲啦，想發脾氣啦，想鬧佢啦。呢個又係誘惑啦，呢個就唔牽引啦，即係佢做錯，佢令到我哋想犯罪，呢個就係。誘惑了好了咁咧就，然後咧跟住咧就係、是、佢就講到即係話人咧就係、是、試探就係被自己私欲牽引誘惑，佢就冇講到外界呢個冇講外界，聖經有講外界噶，譬如耶穌有講到撒種喺荊棘嘅，就係、是、咧被世上嘅思慮錢財嘅迷惑嗱，呢就外界啦，世上思慮咧就係、是、內心嘅。同埋錢財嘅迷惑就係外界嘅，即係有外界同裡面嘅。呢度講咧就主要講裡面，即係我哋裡面。咁佢就講到私欲啦，就會懷胎嘅。咁啊懷胎過程咧，我哋先講過咯喎。大家再試下諗翻喎，就係點樣懷胎咧？當我哋開始有呢個意念想犯罪，或者一種嬲氣，一種情慾喺裡面形成咗啦，開始形成咗一種意念啦。其實已經是罪的了，然後當這個人容許他就變成了生出罪來，意思是有行動的罪，即是一種即是譬如說他引誘去看色情的引誘去想看色情的影片，那是引誘，由他真的看這個罪了，那是罪這個程度，一個程度就是他天天看，這個一個程度，第二就是他見到異性就很想有性的關係，這個另一個程度，就真係行出有性關係，這個就下一步，咁呢個就係生出罪來啦。咁然後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啦。咁佢一路成長，日日係咁犯罪嘅時候，你估有冇基督徒係成日都發嬲嘅咧？有冇基督徒係成日睇色情網嘅咧？係真係有，並且咧係有啲人講呢、這個啊呢、這個。這個主題的時候有很多人承認他們雖然信耶穌但依然去做，那這件事是我們怎樣去得勝呢？一定有幾個動力，就是我們深信我們生命很寶貴，神很愛我們，如果我犯罪一定破壞，所以我呢就一定要留意，一定要拒絕，如果不拒絕的時候一定會繼續破壞我們生命，即是一定有一種堅定的心，如果沒有這個堅定的心呢，是很容易被牽引誘惑犯罪的。咁我自己都話，我都曾經試過很多次被罪誘惑呢啲犯罪，但係而家我係小心很多。咁嘅原因，我經歷聖靈之後咧，發覺我生命可以大大提升，我就唔想再犯罪。我就知道如果犯罪破壞神喺我生命嘅計劃，我就好有動力。即係有啲罪意念，我即刻處理。有啲人對我唔好都好，我一路祝福佢嘅，一路我要放手，我要放手，唔好俾佢影響。我一路祝福佢，一路祝福佢，憐憫佢，體恤佢。就將呢件事放手啦，咁呢個就係我拒絕唔俾佢成長啦。咁而即係話
如果由得佢成長，就會生出死論。有好多基督徒，應該係所謂基督徒啦，喺教堂裏面翻教堂嘅喎，但係佢俾一啲罪影響，喺錢銀啦，喺婚姻啦，譬如話嗱，有時係咁樣，我有時係被動喎，個太太或者老公成日鬧交，開始咧佢厭煩佢嗱，呢個就已經係私欲嘅喎，厭煩，唔想同佢一齊，嬲佢。咁你呢個罪咧，開始慢慢變成憤怒啊、仇恨啊，同埋咧拒絕，即係拒絕啊嗰、那個丈夫或者太太啦。咁咧或者外界有啲第二個異性咧，又俾佢引誘，即係話原來基督徒咧可以就係因為對方犯嘅罪一路引誘，一路慢慢長成嘅。好啦，咁呢度睇到咩神嘅屬性咧？因為我每次都會想睇神的屬性，俾大家知道神的美好。神的屬性是什麼呢？祂是不會被罪試探的，祂是很完美的，很聖潔，很漂亮的。所以那些人上到天堂呢，祂說哇，開心到不得了的，充滿愛的。去到天堂，有些人說我自己很慘，有些人上到天堂下來過，很多這樣的見證。他們就說見到耶穌的時候，他覺得自己不配，他害怕耶穌踢回他落地獄，但耶穌發出的是愛，然後他看到耶穌充滿愛，耶穌充滿聖潔，所以天堂的人不會生氣人，不會抗拒人，不會厭煩人，是 很美好的。所以天堂的人 是漂亮到不得了，就是聖潔是很漂亮的，神是很漂亮的，很美好的。另外就是神的屬性是什麼呢？就是祂是會給人力量勝過罪的，祂會提我們的。其實個基督徒都有的，有誰你想犯罪會有意念提你的，舉手有幾多個呢？你的意念有犯罪，他會裡面提你的聲音，提你的，舉高的手。這個是 得救的表現的，如果你真的得救，你會有這種表現的。即是神會提我們，會在裡面推動我們，如果我們不聽話，他會一直追著你的。如果真的基督徒會怎樣呢？譬如有得罪人，一直得罪人，他心眼是不舒服的，一路提一路提，提到他肯悔改肯原諒為止的。如果不是，一個心硬是硬住的，大家有沒有試過這種感覺？一路硬住，硬到你肯聽話為止的。因為神就是這麼好的，他一路提我們的，而當我們、真的肯聽話，神就很原諒很接納。所以神很美善，他又本身聖潔光明，他又吸引我們、不要犯罪，推動我們，我們很寶貴。由當我們想犯罪，他一直提醒我們，一直帶著我們，讓我們不要犯罪，然後我們犯罪他都不放棄，繼續吸引我們，帶我們回到神那裡，然後又給我們動力去改變，還有賜給其他基督徒有力量去幫那些軟弱的基督徒。我們看到其實這些都是神那個很好的屬性和恩典的，即我看什麼經文，我都看到神背後做什麼。那這個經文本身起初只是講神不能被試探，又不會試探人，但是他沒有講完我只是先講那些東西，這個是從全本聖經發掘的，就是神會叫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的，即是神是會讓人知道他的罪，會引帶他回到神那裡，吸引他改變他的。這些是從聖經其他地方找出相關的神的屬性，大家明白的意思嗎？即是有些地方聖經沒有講到神的屬性和他做什麼，但你由其他全本聖經是知道神是會這樣帶著人的。那我們有什麼幫助呢？這個經文就告訴我們，如果我們開始有意念想犯罪，我們就快點留意了，快點悔改了，犯罪意念都要悔改的，求主幫助了，即刻求主幫我們有方法去處理，逃避少年的私欲，逃避那些引誘，避開那些試探誘，求神給我們智慧去找一些方法怎樣處理。 OK， 有沒有簡單問題想問，想怎樣去處理，有沒有人想問的？這個經文很好的，它講出那個罪長成的過程，那種破壞性就讓我們知道是有個過程的。好，那我們、沒有問題，我們就祈禱結束。我想告訴大家，你們可以在 WhatsApp 問我一些信仰問題的，但 WhatsApp 你就不要說早安、晚安、聖誕快樂那些，即是那些我多謝你，不過如果我個個都收到，就實際上我不行，即是太忙了。
但如果你有信仰問題，我不處理到這個罪，你告訴我，我很樂意幫你的，即凡是處理問題、處理生命的，我是很樂意幫助大家。我電話你應該個個成日收到的，來親這裡的人都應該見到 YouTube 啊，或者有人介紹9408-8617的電話，那個 WhatsApp 你就可以跟我詢問這些問題。我們一起祈禱結束下。親愛天父，我們多謝你將聖經賜給我們，是神的話語，是非常美好的。求主幫助我們全心感激你、讚美你、愛你，知道行神的路是最好的。神有個奇妙計劃，你在每一個人生命有奇妙計劃，但人很多時候犯罪軟弱就會失去力量。求主加我力量，賜給我們動力去勝過罪，也都知道神有能力給我們，我們每一件事為耶穌做，神都很歡喜的。我們勝過一樣罪，神就很歡喜的了，任何一樣罪神都很歡喜的。所以我們可以都欣賞自己，我們有勝過某些罪，我們都欣賞自己。多謝天父，求主加力量給我們，叫我們靠著耶穌得勝有餘。